哇哦，同样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颁奖人，这一老一少的组合啊，可说是大有来头。煎饼大哥是2018年红星大奖特别成就奖的得主，还有呢，今年就12岁的黄启健，哇哦，刚在去年的亚洲影艺创意大奖，勇夺新加坡区的最佳男主角，真的是后生可畏啊。